怎么靠着阴阳弄到相继刚刚好的可以处理别人。来，你为什么不攻进来？这表示我阴阳处理得很好，但是我没有什么发劲或者什么去逃的东西。发劲也是因为你要攻破我的阴阳相气。来，让你走你的路。来，你只想打我的话，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我是这样，那你想打我，我这样吗？你打我了，或者是你打我了，那你这边怎么碰啊？这样一碰就是我这样来。因为这个体就已经是阴的，你碰过来是不是阴的东西？就是接地嘛。阳呢？所以我们常常在讲阴哈，就是你先柔沉就是阴了。你碰一下，有没有柔沉的东西？就是阴。那阳在哪？后面。阳就升上来，出去。那刚开始练的时候，可能要用空间，这个阴阳，阴阳你都知道了，对不对？阴阳，阴阳，到后来你碰过来，再碰，就是已经是阴了。那你为什么死了？我又没打你。你碰到这也都是中层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只管阳了，对不对？只管阳了，那这个是阴还是阳？你碰一下，阴，都是阴，能通。阴，那阳在哪？这还阴，有没有感觉到？那你再力量再大，自己出去了哈。